大家可以叫 Henry 啦，咁我叫近子星嘅，我系喺广州暨南大学读，就读化学系嘅。其实我喺做保险业之前，其实我试过好多唔同嘅工种啦，咁我试过有销售啊，试过做救生员啊，亦都试过做一啲劳动性嘅工作嘅。咁我试过咁多种，原因就系、其实我想觉得自己边样啱自己啦，咁就见到其实我中意对人多过对物件嘅，咁所以 so far 我就觉得保险业最主要系咩呢？一定会对到个人啊嘛，咁我就会尝试入呢行啦。先一定系收入方面啦，咁因为呢样嘢始终系多劳多得啊，咁我哋做嘢只不过系因为我哋时间投放几多，咁我哋嘅收入都会成翻我哋正比。同时间第二样嘢就系，我觉得我系真系好唔中意对啲 paperwork 嘅工作嚟嘅，一系咁，你叫我朝九晚五对住咧，我真系会瞓得着嘅。不过我就自己觉得保险业系对人对得多，咁所以我就会选择保险行业去试啦。话易唔易，话难唔难，因为原因就是我自己对考试呢样嘢咧，其实唔系太叻嘅。咁但系你话如果认真去温嘅时候，我都容易合格嘅，我觉得都系啊。